一个20岁男学生去年在旺角被捕，早前承认藏有汽油弹，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入更生中心。案情指去年9月7日，一批人在旺角警署外聚集，有人堵路同纵火，警方警告无效之后驱散。被告梁泽谦在洗衣街天桥被警员截查，在他身上搜出一个自制汽油弹。他早前承认一项藏有攻击性武器罪。辩方求情话，被告想争取民主，不想伤人，咁承认用咗错嘅方法去争取诉求。主任裁判官罗德全话，法庭并非处理政治理念嘅地方，考虑被告年轻，判入更生中心。